有问题的。啊，不会的也可以问隔壁的。来，如果你已经画好的，还有一条线，老师刚刚还没有讲，现在才要讲的就是上面的这个点跟主公的这个点，这里再把它连起来，那你最后你就会得到一个那个黄色的这样一个图形，这样。然后割掉这个是比较的吗？我别，然后这个是比较的，来，那个如果你已经画好的啊、画好的就把这个斜线的这一块把它割下来，哦，斜线就是尾巴的地方，这边是尾巴的地方，把它割下来。那个转弯的地方注意不要割过头了啊。不要擦拭，就快要分，花生，快要分丢。
把这里要的东西磨光滑，它这里要的东西磨光滑。
哦，
做比较，不是比较就比较。对，然后就是这样。后面那我那个棒棒糖，那个去我家。好啊，你要那个同事看啊。你以为你是在疯狂？没有，他是那一二三四，一二三四，那三十年的。那跑不跑？嗯、我最多就是。那运动设计很多，你们是的，我一直跑吗？对啊。那是两小时。那是我的梦想。那他已经有名了。上次拿这本吗？没有。上次拿这本吗？没有。你们总觉得你好像没有拿到，我再找一本给你。你要笔记本吗？我帮你找一本啊。怎样？这笔记本不错啊，很可爱哈、哦。熊熊呢？啊，这个在。熊熊呢？像最夯的一个熊，你知道吗？熊赞，熊本熊，有没有？熊本熊，台北的那个熊赞。那这一点你要问的熊本。来，有没有鸡？那个尾翼还没有做好的，赶快举手，老师去帮你看一下。这叫九。这里发的是，然后这里，对，然后还是烧纸。
他这边好了。我那个，你要吗？你要就跟我拿。对，来那个老师，如果说你的已经好的同学哈，这个在机翼的机身的上面这里画那个七公分，这里画一条线，懂不懂？我等一下粘翅膀的时候要用的。这里哎呀，我也想像直播，有吗？那是录影好吗？直播是手机，好不好？上礼拜有直播哎。你喜欢直播吗？都没有人看吗？没有人看，我自己看。自己看就好了。这里，那我这边这么远，这样可以吗？啊，不行啊！你怎么那么远？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看，贴一个那个在这上面。你是这样子？没有，贴两个在上面就可以了。就这样。就这样。哎，这样呢？很像啊。差不多了。车旁边这里要。再抹一下就对了。对啊，可以啊。用粗的框一下，用粗的框最好。最大的这一块呢？啊，
的这一块，老师，你有没有看到老师已经帮你画了，有画线在上面？好，那我们记忆，老师你一边记忆大，一边记忆小，这样会背得好吗？不会，对不对？老师是帮你画了一半，另外一半要自己画，还要画的跟他长得一样。哦，聪明。要怎么样画？你直接画会不会一样？不会、啊，不会，对不对？你先把这里切断，哦，先把这一条线这里切断，然后，哎，有没有看到这里画一个斜线？这里有没有？这个这一块把它切下来一个三角形，这个等一下要用的啊，这个不要不要丢掉。啊？这个要画吗？哎，都可以，那个不画也没关系。好，因为这个只需要一个就好。好，那、啊、你切下这里切一半，这一块切下来之后，请你把这个记忆这个把它切下来。那、啊、中间这一条线不要切嘞，这个是做记号用的。要把来看好看这里，把这一块切下来。老师，我们没有切。啊，好，那一条线等一下。你的没有线，好，我等一下看。好，这里切下来，然后再来，你就是把这里先切断嘛，对不对？啊，这里是把这个这样切下来，这样有没有问题？好，啊，切下来之后，切下来之后，你稍微把这个边边，把这个边边这里再磨平一下，然后再把它对过来这边，然后自己再画一个，懂不懂？都跟它一样，这样就一样了。因为要让它对称，不对称不会飞。好，好来，后面刚刚有什么问题？然后我们要吃，然后我们要吃。好，好来，换一块就好。啊，其实那个线也可以自己画。哎、欸，对啊，对啊，没，大家都没线吧？我有线啊，有线。没有啊，他这里没有啊。他这里有啊。好，那你没关系，那我们来再讲。来，反正你先把那个三角形跟那个一半的记忆，先把它，先从中间把它切断。对，先从这里切断，这一块，割下来，这一块，你割下来。对，把它一样画图重叠，就把它割下来。对。好 ，OK。这一面稍微有好稍微磨一下这个尖尖的地方稍微磨一下啊没有水啊啊不用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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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来，那个这一块要怎么把它？不是这样子割下来，放在你的桌子上面。好，啊，这个如果你怕画不直，你就拿这个，好，给它对准那一条线，放在这里，放在桌上，然后这样子，一刀一刀，不要一刀就给它断嘿，一刀断可能是其他地方断掉，好，所以你就给它多画几刀。多画几刀啊！你不要说哎，好像快要断了就给它折，然后就皮皮哦，就完了，就你了。好、哦，你要把它切断，不要把它折断，有没有问题？来，你进度有比较落后的同学可以举手，老师帮你看一下。